真厉害，那他怎么买到了这么好的位置呢？不用了，非常感谢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很开心有很多机会跟大家见面，然后大家会通过不同的歌认识我嘛，然后这个给大家带来一首《末日飞船》，跟着我一起降临3929。我飞入宇宙。